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任鑫，今天我再度回到奇怪的严厉爸爸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孩子会长大，他也会成为爸爸。而当这个孩子成为了爸爸时，又遇到一样事情，那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呢？而在这游戏中，我们已经可以成为爸爸了，我们只需要进入大厅，并且按下 Yes， 就会进入到成为爸爸模式。看来一场游戏最多可以有五个人参加，那么我们就来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吧。Who will become the dad? Oh my! 我居然没有抽到爸爸，所以我们这一场还是小孩。哇，人好多啊！哦，怎么有两个爸爸？哦，还用了爸爸的造型哦，就是爸爸附在爸爸身上，酷哎！哎，我的爸爸还讲韩文哎，看来我们这次有了一个韩国人的爸爸。韩国人爸爸有比较凶吗？还是有比较温柔？他说了 boom， 然后呢？哦，他已经在追我们了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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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快快快快快，先去楼上，快快上床上床上床！这太可怕了吧！一出场就开始杀人。哎，不过这韩国人老爸居然没有上来检查、啊。哦，幸好教学了。我们可以放香蕉皮来让爸爸跌倒，然后还可以把电灯关掉，节省电力，让爸爸来查房子要睡觉。OK， 蹲下比走路更安全。哎，不是啊。现在爸爸是玩家哎，我们还要蹲下吗？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睡眠以及饱食度，还有口渴值。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喝个水。那我看到了汽油桶哎，在楼上居然有一个。Oh my god， 爸爸来了 ！No， 不是吧？他来查房了。哎、欸，我要被饿死了。No， 哦天啊，这游戏的准备期也太短了吧！没关系，让我们再挑战一次。不过在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全新的商店。它商店下可以买钱，那钱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哦，钱可以买箱子，箱子里面可以抽些什么？我们来开一个看看啊，就当我们支持一下作者，毕竟这游戏做得很棒。哦，我们拿到一个泡泡三叉戟，粉红色的，还蛮酷的。哇，这三叉戟还会发光哎，所以看来这个商店除了有更多的爸爸装备三叉戟以外，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嘛。这游戏之后还有交易机制 ，OK， 就让我们进行第二场挑战。好的，在我们长大成为爸爸以前，邀请各位小星星们不要忘记啦！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严厉爸爸系列，就是现在啦！帮这部片先留下个彩色大拇指，那我这期喜欢不要素，就来定价个1300个喜欢吧。因为13是个恶魔数字，我们即将成为恶魔爸爸。我开始开始抽奖，谁会中呢？哦，这次又不是我。我都拿这么好的三叉戟，还让我当小孩？我开始了，开始了 ，no no no no， 爸爸冲上来了，开灯开灯，哎、欸，小心啊小心啊，哎、欸，上床上床，睡个觉吧。哦，他直接踩我身上，嘿嘿，爸爸你有香港脚，不要这样好吗？冷静一点，我该不会要丢那个捕兽夹吧？千万不要。好了，爸爸走了 ，OK， 活下来了。我先跳过提示，我现在爸爸在看电视，他在睡。Holy! Oh my god! 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原来他在睡觉的时候不可以碰到他哦。哇，除了我以外，另外一个进来的玩家也挂了。那么这一场我们就来买个自己的造型好了。虽然说在 Roblox 游戏中，要用自己的造型还花钱购买，还蛮奢侈哦。但是买下后，终于有了自己的造型，至少有自己原本的样子。那么我们要进入第三轮挑战啦。这一次谁会被抽到当爸爸呢？哦，这次我又是小孩。哇，这次成为爸爸是一位女孩子。Oh my god！ 那我究竟要叫她爸爸还是叫她妈妈呢？哦，听她的声音，应该也是爸爸。哦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快走！哦，人死了，人死了 ！Holy！ 天哪，一开始就有两个挂掉了，所以只剩下我了吗？好，快快快快快，我们先吃东西。哇，两个小孩挂了，爸爸你在睡觉。Let's go, let's go, speed run。哇，真觉得这个提示是会害到人。放桌上吃，拿个杯子就走了。冲啊！哇，我还要买能量加倍，如果没有买的话，可能就 GG 了。放个香蕉皮在这儿。哇，他来，他来，
哎，糟了，我们要没有氧气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哎，爸爸离开游戏了，他跑去买牛奶。哎，不是啦，所以这样算是我获胜一场吗？哇，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成功成为爸爸，所以再挑战你们吧。哦，这次的爸爸是个女孩。哦，爸爸来了 ！Oh my， 快开个门，上床睡觉。我现在去睡觉了，我待会会醒来。哎，糟了，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哎，赶快把油灌进去。哦，好好 ，OK OK。爸爸还说赶快帮发电机加油。讲完之后，他就上来宰掉我的队友了。爸爸好有礼貌哦，他说抱歉，我宰掉你了。I'm not gonna kill you。哦，他说他不会杀我，真的吗？Just wake up！ 哈哈，他想骗我啊！爬起来应该就被他挂掉了。哦，太好了，爸爸去睡觉了。啊，我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，是吧？走了两点了，是时候了，各位。好的。哎，还好，他没抓到。Nice！ 他说他现在是正常脸，他不会杀掉我。他话锋一转，说他其实想要杀掉我。我知道的是，现在快要到六点了。Oh my god！ 来来了，糟了！这爸爸不动了，他会帮助我还是会杀掉我呢？我先跑了，我先跑了。我现在是快乐的，我不会杀掉你。听起来很合理，但我还是得睡一下。爸爸被传送了。OK， 那我们倒下下一罐汽油，把发电机加满油。哦，结束了。Night two， 爸爸被 buff 的更强大，玩家则饥饿的会更快。哇，看来要活过第二个晚上才能够赢过爸爸。我会变得更强大。别担心，我被追你这么多的。哎，他手上怎么多了一个苹果 ？Oh my god， 这个镜头是被震得更歪了。哦，太棒了，我多一个香蕉。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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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快快快快快快，赶快上床睡觉。他说我非常的快，我感觉到，我感觉到了。哇，天啊，这已经不是有一点恐怖的等级了，现在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时刻。但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没变，要准备吃的食物，还要准备喝的水。大家起床时，我就必须要赶快到床上去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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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哦，对了，我们可以用 CCTV 嘛？还没醒来。啊，天啊，完了！我们需要加油。哦，原来这两个晚上的汽油罐是通用的。哦，完了完了！哦。哇，所以第一个晚上要保存汽油罐，要留到第二个晚上善用它。OK， 现在我们知道了。不是难度做成这样，应该是特地要让爸爸获胜的吧 ？OK， 我们又输了一场哦。一，哦，终于，我们成为爸爸了。第一个晚上，附身啦，老爸！哦哦哦哦，终于长大了，变成了。可怕老爸！不，我要严厉的对待我的孩子！快走，快跑，还不跑起来！哦，原来它有两个功能哦 ，disable killing 就是不会杀掉孩子，另外一个是把自己的脸变得友善，看起来就不会杀人，是不是？但事实上还是会哦。哦，我有精力限制了，必须得睡觉。你确实在做梦，耶、yeah, ！现在是黑的，哇，什么都不给我们看、啊，不过还不错，会先给提示。追赶醒着的玩家，可以使用捕兽夹来困住玩家，还有耐力条，如果耐力够了，就可以醒来抓那些小孩。当你追逐某人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吃面来回复你的耐力，真的吗？除此以外，还有个神秘的房间可以用来做点什么。好，所以看来我现在就是要等耐力条全满啦。哇，糟了，没有电了，他们应该要补油了吧？A few inches later. Oh my god! 小孩被窒息死了。这场获胜也太轻松了吧！虽然我获胜了，但是看不到获胜画面，因为他离开了。Oh nice! 这次我又再度抽到了老爸。我这场看来我有两个小孩。快跑吧，孩子们！我来追杀你们了！还不跑？还在慢慢跳？欸，我可以开关灯欸。哦，所以我可以帮他们存活就对了。那我可以开地下室的门。欸，这不是地下室哦。
想要地下室吗？试着在这个房间里面吓你的孩子，这样就可以开启地下室了吗？ What did he say? 哦，我的体力要满了，我可以醒来啦，嘿嘿嘿。不过我想要试试看到底能不能够什么喝水啊。我可以拿杯子，也可以装水，可以喝吗？可以喝，但是不会恢复精力。然后还可以拿食物，帮我自己做宵夜，放在我的桌上。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哎，发电机没有油了吗？哦不，我小孩挂了。No， 老爸太 OP 了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小孩都死光了。这次我们看到了获胜画面，我们跟老爸愉快在跳舞啊。好了，那么这集的严厉老爸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看来这个游戏它基本上变成老爸这件事情，平衡可能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哦。变成老爸的那一方太 OP 啦，当小孩的真的很难获胜哦。而除了成为老爸模式以外，看来它还有其他的三种模式哦。Nice Out， 快速老爸，还有疯狂模式，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挑战看看。OK， 那么影片也到这里结束了哦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喜欢影片的朋友请忘记帮忙留下个赞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影片而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，也不妨考虑按下个订阅，因为之后我还会玩各种有趣而且很酷的游戏。那么最后最重要当然是别忘记保持正面能量，我是任心，我们下部影片再会，拜拜。